就说你老父亲吧，啊，上战场打敌人，那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，是为了后代人的幸福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你们没死啊，你们的后代跟着你们啊，都幸福了。是，可是俺哥俩呢，掉到苦海里去了。五十多年，被人瞧不起，当批斗对象，当坏分子，就连俺的儿子也受连累了。就凭这个，政府啊就应该给俺精神损失费。你们这样是不是太不讲理了？他们是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身体还都不好，他们自己掏钱住20块钱的旅馆，吃3块钱的面条，千里迢迢来你们家，就是为了让你爹能回来，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英雄。可你们呢，想跟政府讨价还价，你们爹爹在天之灵要是听见了，他会气得骂你们是不孝之子。他们呢，受的委屈太多了，啊，让他们多说几句，发发怨气，天塌不下来。再说了，咱们政府也真的对不起你们呢。老大爷，他们俩都不会说话，您老啊就多包涵点吧。我看呢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在家里吃饭，我会做点乡下的菜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小弟，来，嗯，你去买点菜。啊，不不不，哎，我这有钱，你看。哎，我去帮忙。一块儿。班长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草里有心里有愧呀，来晚了。你骂我吧，骂得越狠，我心里越痛快，越舒坦。我今天才明白呀，你在天上看了我50年呢，忽悠着我们这些活着的战友。可是我们把你给忘了，忘了50年呢，对不起你了。比着你爹啊，我这也算长辈了啊。哎，是是，我跟你爹这辈儿啊，流的那是血。是是是。你们流的那叫汗，哎，是是是，这流血流汗才有这好日子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别埋怨这埋怨那个的，啊，这个过年过节的，给你爹上个坟，啊，敬杯酒，哎，他也就知足了，啊，让蔡秉烛烈士的这个墓碑啊立起来，啊，全县的人呐都会去祭奠的，人们会永远把他们记在自己的心里的。哎，谢谢谢谢你们，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好。来来，好，大哥，哎，你认识吕凤芝吗？知道，他是俺姨父，俺爹当兵啊，就在姨父那个连。他也牺牲了，我们这就给他送通知书去。啊，姨父的家在八里店，离俺庄十几里地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也没有联系。怎么，姨父也死了？他在都江战役中牺牲的，他用身体啊打通了解放江城的道路。哦，俺姨好像也死了10多年呢。对，哦，他过得比我们好到天上去。哎，曹领导，您不知道，
这么些年，我们也知道吕凤芝没有音讯，但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她也阵亡了。可我们不能和她比啊！八里店的上上下下从来都认定吕凤芝是牺牲了，是英雄。村里的人还凑钱为他在村头立了个碑呢。哎呦，他那个孙子吕卫国命好啊，人家现在是副县长了。这可太好了，老金啊，咱们就去啊。去。曹大爷，您太激动了吧？您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今天天太晚了，你们要是不嫌屋里脏啊，就住一宿，明儿一早再走。好好好，那好，就住下，陪老班长住一夜。淑芳，你说呢？我当然愿意了，天天在城市里边待着，除了灰闷闷的天呀，三面都是水泥，水泥的墙，水泥的房子，还有水泥的马路，我天天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到乡下住几天呢。好啊，麻烦你们了。没事没事，是麻烦你们了，应该的，你靠前辈嘛。大婶儿，您去忙吧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们城里的姑娘啊，细皮嫩肉的，我们这辈子粗针大麻线，别扎着你。哪儿呀？您看我又高又壮的，大学的时候我可是篮球队的主力呢。您信不信？这个我也行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呀，我以为啊，你还拎不起一只小鸡儿呢。没问题，我来。哎呀，哥。你睡吧，有事叫我啊。好嘞，大婶，晚安。好。这些年他们哥俩心情不太好，成天烧香拜佛的。依我说呀，这有啥用啊，不好好挣钱就没好日子过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看他们哥俩在集上卖这个八大腕挺好。小打小闹呗。屋里坐吧。曹大爷，进来啊，咱们该走了。希望你们能多住几天。谢谢大婶儿，这几天呀麻烦您了，以后我们还会来看您的。你呀，想着大婶啊。嗯，我会的。那哥俩呢？还是照常那样，烧香拜佛呢。你去招呼他，我们还有事要交代。俺再给你供三炷高香，求你呢保佑俺家的补助多拿一些，越多越好。等天到时候，我再给你供三牲六畜。观音娘娘，你保佑我们家。观音娘娘，等天到时候，我再给你供三牲六畜。观音娘娘，求求你了，多多保佑，多多保佑啊！曹大爷是个倔老头，蔡家兄弟的抱怨，我听着都觉得刺耳，可他却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。这不是胸怀，这是一种情感，他不是来施舍的，他是来承受的，他是在代替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承受，倾听亲人们的思念、苦难、冤屈和抱怨。这种情感我和靳大爷都不具备，民政局的人当然更不具备，没人能代替他。你好啊，对，我是淑芳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彭局长。我马上去郭栅村接你们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送你们去八里店。哦，谢谢您，彭局长，我看不必了。哎，谢谢。快点。哦。
时间马上要到了。老樊，你带领一队在后面，我带领队在前面。还是我到前面吧。城墙一旦告破，就是总攻的信号。这下可要真刀真枪的干了。老吕，都保重，保重。走，同志们，我们唱首歌，给他们加加油。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预备，唱！向前，向前，向前。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像那人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。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，我们是光荣的武装，奉为拒绝不解放的烈士。扫灭了，我看看去。我去。连长，连长，我去。我去。连长，连长，轮不上你。总攻时间到了，万一我出不来，由指导员指挥，准备进攻。进攻！同志们，为连长报仇！出发！郑局长派人去调查进贤贵，原本是想找出责任人，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。事情发展到后来，曹丽有和进贤贵的行为感动了他，使他认识到作为民政局长
问题出现了，寻找烈士家属，给烈士们恢复名誉，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。其他的事儿，都可以等这件头等大事办完再研究。郑局长，严二纵鼓励团刘洪山团长终于找到了。嗨，这趟可真不容易。我是通过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同学，查了50多年前的老档案，又跑了黑龙江一个干休所，到底见到了这个刘洪山。按照你的意思，我去看望他。老爷子听说是江城派去慰问他的，哼哟，老爷子高兴坏了。我告诉他，曹立友、靳先贵都还健在，他很高兴，说是如果身体允许，他一定到江城来看望他的老战友啊。你打听阵亡通知书的事吧。哎呦喂，我的能力你应该放心吧？啊，再怎么地，我得绕着弯回到这个问题。嗯。告诉我，负责保护档案的文书阵亡后，他身边只有靳先贵一个人在。那么，那批阵亡档案应该是靳先贵接手了。可后来的情况是，他没有汇报。哦，志远啊。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，也很辛苦。可我要说的是，咱们先把这个调查这个阵亡通知书丢失的事情先放一放。你先把这次这个调查材料写好，连同相关材料封存归档，由你全权负责。一定要注意保密，不管在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。我想，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。郑局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另外啊，你赶快到刘主任那儿把这个阵亡通知书的复印件拿来，好好熟悉一下，配合曹立友他们。好。各位领导，我是咱们八里店村的村主任，我叫吕阳，也是今年刚选出来的。要说从第一任村长开始到我这儿，应该是11任了。我上任的时候啊，咱上一届村主任一再跟我打招呼，一再跟我交代说，一定得保护好咱们村头那块石碑，那是咱们村最值得骄傲的英雄吕凤芝的纪念碑，他可是咱们村的村魂呢。村魂，好，非常好的理念词。一个村几千人的精神领袖是吧？多少年呐，这村里人都把他当作英雄，学习榜样啊！对对对，我看这样，咱们请咱们村的老村长，吕凤强，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就是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给吕凤芝立碑这个情况，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。我和吕凤芝啊是同一辈的叔伯兄弟，要不是媳妇绊脚啊，那年呐，我都和凤芝一块儿参军了。哎，是你舍不得媳妇的热被窝。狗剩，他娘的，别打岔。他当兵没有几年，就听说提升了连长。前面那个郭茶庄的蔡秉辰是他的姐夫，投奔他呢，当了个伙夫头。咱凤芝打仗啊，可勇敢了，国民党兵啊都怕他。他敢一个人独闯敌营，在乱军之中取上将的人头啊，如探囊取物。哎，你别胡扯了，你说的那个是张飞张翼德。哎呀，咱凤芝比张翼德厉害。狗剩，你知道个啥呀？他常常立功，一立功呢就写信回来，还把这立功喜报给带回来。只要凤芝一来信，咱八里店的绝大部分村民都要到他家里去看侯素群。哦，侯素群就是凤芝屋里头的。凤小爷，你
您说屋里头的人，城里人听不懂。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屋里人嘛，就是老婆、爱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凤芝的爱人侯素琴就在院子里呀，摆上桌子了，凳子了，拿出花生啊、大枣啊，沏上茶呀，就迎接乡亲们了。媳妇来，小花生啊！来来来，来葛大，大嫂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来来来，开心的热闹，真是！来，今天可是咱们的喜事儿，多吃点啊！好，凤江村长啊，他能不显摆了吗？哎呀，凤芝又立功了，这可是咱八里店全村人的大喜之日啊，能不显摆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拿着啊，乡亲们，村长。亲亲你俩嗓子吧，我唱。你娘了个腿儿，别在这打岔啊！嗓子我也清干净了啊，我来读凤芝的立功喜报。吕凤芝同志在攻克兴隆镇的战斗中，指挥有方，行动果断，身先士卒，带领部队消灭敌人237人。俘虏145人，创立功绩，经批准记2等功1次，特批发此章，以资鼓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纵队政治部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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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来来来，带红花啊，带红花，来，来，来，老铁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给老虎也带上，哎，大红花，小红花，好，老虎。老虎，你爹又立功了，你以后长大了也要向你爹学习，咱们以后当个英雄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刘干事，啥事儿啊？吕村长，我正找你呢。找我？走，带我们去找胡素琴。找他什么事儿啊？走吧，见着他你不就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好，走吧。就这儿。素琴，来，这是县里来的刘干事啊，有情况想了解一下。啊，你好。坐吧。侯素琴，李凤芝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？我还想问你们要人呢，他是为了革命去参军打仗的，那去了那么长时间没个消息，政府也应该给我个说法吧。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刘干事，你看凤芝他每次带回立功喜报来，咱这十乡八里的谁不知道啊，是吧？吕村长，我们这儿遵照县委指示清查吕凤芝的问题，你不要搅乱我们的工作啊。你说吕凤芝从部队脱逃以后回过家没有？你说什么脱逃？你说我丈夫是个逃兵？坐下，坐下。怎么了？说他是逃兵亏了他了，啊！我告诉你，解放都6年了，他到现在还一点音讯都没有。他要是阵亡了或者受伤了，部队会发通知书过来。你有吗？啊！你老实交代，吕凤芝到底有没有回过家？他跟你都是怎么联系的？他现在隐藏在什么地方？我还想找你们要人呢。6年，这6年里，老虎他爹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下地干活，烧锅做饭，缝缝补补，我容易吗？我是天天盼着老虎他爹回来呀。现在可好，你们来找我要人，
你们的心都被狗吃了是不是？别指指点点。你还我汉子的爹！你干什么？还我汉子的爹！黄素琴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反抗政府，是殴打革命干部。我今天就把你抓回乡里边去，关起来审问，我看你交代不交代。哎，刘干事，别着急。我害怕。你站直了，你给我。老虎，你爹他望着枪子打过来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你看看你现什么样子。把他给我带走。你敢？哎，老虎，哎，没事吧啊？刘干事，我知道你是亡命在身，着急是吧？你着急你也不能吓唬人娘俩呀。你是村长，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呀。哦，我支持你，我支持你把吕凤芝打成逃兵坏分子，那不害了人娘俩吗？这是县委定的调子，这是政治问题，大是大非的问题啊。刘干事，我问你知不知道，吕凤芝14岁就是儿童团团长。那会儿，我们八里店被鬼子围了，是他趁夜偷跑出去，带着县大队回来解围，救了俺们八里店300口人命啊！那宿他跑多少路啊？180里啊！等鬼子被打跑了，他一头栽倒到地上睡着了，那脚肿的。鞋都脱不下来，最后硬是拿剪刀划开。还有，6年后，他当了民兵排排长。有一次配合主力部队围点打援，他一个人拿着刺刀跟4个鬼子硬拼呢。等把最后一个鬼子撂倒，他自己也昏死过去。幸好人救回来了，差点没把他当死人给埋了。可他身上留下了2个对穿的刀疤。刘干事，我问你，就吕凤芝这种人，他能在战场上当逃兵吗？你说的这些我都信，可是他确实到现在都没有一点消息，谁能证明他没有一点问题？我来证明。我这事儿以后再说。你们娘俩别怕啊，等我。刘干事，好了，哎，有你这样干部的吗？对吧？哎，刘干事，做主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村长，我们要做主啊！哎，好，乡亲们，村长要做主啊！好，做主，乡亲们，今天大伙都看到了。虽然说，至今吕凤芝也没有消息，可吕凤芝是个什么人，咱们心里最清楚了。他就是咱们的英雄，咱们心里的大英雄。就算别人不认，咱们得认。咱们光心里认还不行。依我说，干脆就给凤芝立个碑，就立在咱村头上。这样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，他们看见了，咱心里就踏实，咱心里有底气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少主，谢谢。从那以后啊，谁家要办喜事，先到碑前行个礼。秦凤芝给他当证婚人，谁家要是出远门办事呢，也到碑前去唠叨几句，让凤芝保佑他们一路平安。就是两口子拌嘴，也要秦凤芝啊去给他们评评理。这么多年来啊，这个碑啊就刻在我们心里头了。可是啊，这个碑差一点让一伙人给砸了。
王八蛋！有人撕标语，干走！干什么了？干！干什么了？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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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我这个连半个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村长，也打成了走资派。看到苏秦娘俩被打成这样，我找到造反派的头子大骂一顿。没事吧？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后来的事情更严重。打那马东家属！打那马东家属！革命无罪！革命无罪！打那马东家属！打那马东家属！革命无罪！革命无罪！打倒马东家属！打倒马东家属！革命无罪！革命无罪！打倒马东家属！革命无罪！找上边有人！在上找着了。妈，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哎，赶紧活救人家！大马有礼，大马有礼，大马有礼！打倒马东家属！打倒马东家属！革命无罪！革命无罪！大马有礼，大马有礼！革命无罪！革命无罪！大马有礼！住手！大马有礼！放开！李凤芝，这个假英雄、真逃兵，在这冒充英雄多少年了？来人，赶快把地铺砸了！呀！不能砸！我走了。这个碑上面写的是你爷爷的名字，是村里的人
为了纪念他而立的。他们为什么要纪念呀？记住，你的爷爷是个英雄，是个面对敌人刀枪毫不退缩的英雄。他是咱们八里店村的精神、村魂，所以人们要纪念他。爸爸，啥叫村魂呀？村魂，是你心里的一股劲儿，一股不服输，一股不怕艰难曲折的劲儿，知道吗？等你长大了，你也要有这股劲儿，这是你爷爷给咱们留下的。咱们要留下去。这就是李凤芝的魂呐，是咱八里店的村魂呐。两位老英雄，我代表我奶奶、我爸，也代表我爷爷，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感谢。谢谢你们在50年之后，把我失去的爷爷找寻回来了。我会去告慰我的奶奶，让她在九泉之下得到最好的慰藉。是啊，你爷爷的灵魂早就回来了，回到了家乡，回到了你我还有大家的心里。县长，我代表我们全体八里店的村民有一个强烈的要求。你是我们全县最年轻的村主任，担子不轻啊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。县长，吕凤芝是从我们八里店走出去的，是我们全体八里店群众的英雄啊！他的英雄事迹，他的崇高品质，会永远的激励着我们搞好改革开放、农业发展。哎呀，你啰嗦！魏国啊，是咱家自己人，有话你就直说呀。凤祥爷爷，我要是有啥做不到的，你老啊可以揪住我的耳朵批评我。凤芝啊，是咱们八里店的英雄，是咱们八里店的村魂呐。你要是把他搬到城里去，那我们的魂不就飘走了吗？我说呀，凤芝的墓还得留在这儿，你说呢？老大爷，吕凤芝是咱们全县的光荣啊，碑应该留在烈士陵园。如果你想他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吕凤芝还是咱们八里店的神灵呢，你要接住他，群众有个病就没有神灵保佑了。要说神灵，我信。这八里店的百姓就是神灵，多少年以来一直护佑着我奶奶、我爸，更护佑着我爷爷。这种护佑一直延续到我的身上，让我上了大学，走上了领导的岗位。这种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。我谢谢乡亲们。我爷爷的魂在这儿，我爷爷的心也在这儿，我爷爷不走了。天刚蒙蒙亮。
息，我们沉默很久。拥抱我吧，爱在你手，瞬间感到我的一生足够。匆匆分别，在那家乡路你说此去应该不会很久，岁岁年年我在等候，可是你的消息再也没有。又是一个荒野飘落地球，方突然来了你的战友，白云远去，河水长流，直到你已离开我们很久。找到。